京城有一个天河医馆，这楼不高地儿不大，事儿可真不少。他帮助百姓看小病，保护皇上立大功。哎，咱光说可不行，进去瞅瞅呗。医馆大夫一品，就一小屌丝，胆儿挺大，心挺细，足有超人想象力，阅读神速过目不忘，大脑就算计算机，记忆能力处理能力都是杠杠的。还有那个柳若星，那就是一女神，轻功了得，精通飞镖，弹指如神功，身材高挑丰满逼人，带着一点小脾气，既善良又爱美，还要女人观察力。我就是京城名医朱一平，我没想成为什么羽林军，我知道自己应该就是扶贫。什么神功和秘籍，也没有莫名其妙的咒语，我只有一群爱闹的兄弟，这就是名医的秘密。看到了自己拥有的天赋，学会了对抗敌人的套路，没什么可以惧怕的怪物，要到这些是我们在聚宝钱庄发现的你相公存在里面的秘密，眼熟吗？你就没有印象？你再仔细看看。我从未见过这个。你不知道也是应当的啊。既然没什么事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啊。王老爷，告辞了啊！好好休息。告辞两位。那个，我还要去逛逛，你先回医馆吧啊。呵呵，果然来了。哎呀，怎么这么磨叽，还不跟上吗？哦，这里人少，好动手。哎，三二一，准准的。防守严密，地处偏僻，你就是想过头也想不出来的。是王老爷家吧？你在说什么呀？什么王老爷家呀？是大小姐吧？喂。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啊？因为我早就怀疑你了。哎，你承认的也太痛快了吧！我还有反抗的余地吗？那你可以升叫两声救命吗？可以吗？请随意哦。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救我！救我！啊！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话虽这么说，怎么感觉有点怪？你把我绑过来，到底是想找我聊天，还是想杀我灭口？我呸！是要找你聊天呢。那你是想杀我灭口？我又干嘛要杀你灭口呢？因为我知道真相，真相只有一个，凶手就是你。如果你想杀我。恐怕也没那么容易。来人呐！
个，进来吧，可以了。我，那个，你等等啊。西城，该你上场了。哎，救我呀！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我怎么可能杀我自己的相公啊？你有什么证据吗？证据，证据就是你一点也不悲伤。嗯，这么明显的证据，而且我敢断言，这左手有一个伤痕，那个伤痕就是你杀你相公的时候，你相公用烛台打的。不信你撩开自己看看。躲我，躲我就证明我对了。你，哼，给你看呢，看，看，看。你再撩开点我看。嗯。你既然没有，为啥不敢给我看？不废话吗？你媳妇儿能随便给别人难看吗？有道理。嗯，不过也不对。你相公死了，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悲伤？我没必要跟你解释那么多。反正呢，我今天捆你来呢，只是想告诉你，我相公呢不是骗子，你们猜的都是错的。所以你明天必须去衙门给我相公平反。你就这么肯定？你一定是知道王小姐。哎呀，你可算来了，姑奶奶。刚才话还没套出来，我进来干嘛？怎么可以证明你相公不是骗子？你们手里的护贴就是证据啊！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这是他骗人的证据，那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啥工作用这么多身份？你当我傻呀？东厂王牌特工，代号007。不是，哎，吃不着了吧？心疼了吧？我不是心疼，我心疼那汤。哪来的汤啊？我给你做的汤啊。啊？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好，食欲不振，目光呆滞，皮肤还粗糙。你看，还有小脾气啊！我就知道女孩子每个月都有几天不舒服的时候，所以我给你炖这个滋补汤啊。你说什么呢你？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疼什么。嗯，你说什么呀？我是说，谢谢啊，谢谢你对我这么好。你说什么呀？我没听清啊。谢谢，你这，啊，我没听清啊。老板，给我来壶上等的高沫，快点啊！来了。哎，怎么想也想不到现在这个结果吧。你还真信啊？本来我看见王大小姐露出了马脚，明显知道护贴的事情，再加上案发现场那一声冷哼，我一开始也觉得她就是凶手。你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吗？如果她要是凶手的话，那也太蠢了吧！就算是编的拙劣，也不能这么拙劣。而且她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妇道人家，哪有那么大手劲啊？杀了人还割头，是说不通。哎呀。来来来来，谢谢啊！
外观慢用。不用找了啊。什么上等的茶呀？要一个铜板。高木没喝过，高木，来来来，尝尝尝尝。你笑什么？没什么。没什么。若曦呀，这就是你不懂了。喝高沫喝的就是这种感觉。高沫不像茶叶那样浅白直接，水一浸泡就放弃了自己的身份，呈现出另外一种味道。喝高沫就要细细的咀嚼，慢慢的品味，才能将每一根茶叶杆子当中那种苦苦涩涩、涩涩苦苦、苦而不涩、涩而不苦的滋味尽收于舌底。吹完了吗？穷还穷出高姿态了。伙计来了，按这个标准给我上茶。好嘞。哎呀，喝呀，怎么不喝了？我等你的。哎，现在唯一能够成立的就是动机。《长恨歌》最后一期故事讲的是许仙欺骗白素贞的故事，这是一个欺骗的故事，佐证了他有杀人的动机，但是也不是完全的证据。还有一点，故事当中第一次把男主角描绘成他现实生活当中的身份，骗子。但是呢，女主角受刑，最后现实当中又是骗子死的。如果说这个王大小姐没有说谎，她怎么一点也不伤心啊？还是她巴不得她相公快点死，她好改嫁。到底凶手是谁呀？这个问题就要回到作者与杜公子之间的关系上。这个人这么了解长恨歌，就算不是当事人，也一定与其相关。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在长恨歌中找蛛丝马迹。去哪儿找呢？说到长恨歌，恐怕没人比庄甜甜更有权威性了吧？老板，我这嗓子都冒烟了，我们要的茶呢，你快给我上啊！这不还是告墨吗？摊儿小，就只有这个，你让按照银子来，就只能走量了。哎呀，哎，老板，你看我们这一口都没喝呢，要不这样吧，你给我们退了。这，要不你按八折退，七折，六折。啊，好了，算了，不能再少了啊！走吧，不喝了。哎呀，走什么呀？这好歹也是钱，怎么那么浪费啊？不能便宜了他。哎，你们怎么才回来啊？还不是因为他，因为一锭银子把自己肚子都搞大了。银子？肚子？男人嘛，总有把持不住自己的时候。一会儿浇两次花就好了啊。哎，阿安呢？啊，和刘松去给甜甜探监送饭了。你找他干嘛呀？我们要去查案，要去趟甜甜家。要扔之前说一声。怎么在你这儿？我在家看门，当然所有钥匙都在我这儿了。你们自己去啊，我可不去啊。我去浇个花。你看这个啊，
行骗之前的每一期故事都有不同的风格，可是行骗之后呢？你看这个，讲的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喜好画符招鬼，父母双亡之后呢，思念成疾，做法失败，却阴差阳错地招来了年轻俊美的男鬼，替她打开了心扉，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和我们第一个遇见的那个疯女人如出一辙。这之后半年的故事呢，也都是一个套路。还真是啊，每个故事都是同一套路，直到下次案件发生。那会不会杜公子本身就是作者，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长恨歌》，然后寄给四郎？不可能，甜甜说的作者还活着。道听途说，你见过？那第一封信呢？难道是作者自己写了一封信，约甜甜过来，然后自杀，然后再爬起来把自己的头割了藏起来？这也太下血本了吧？好像也挺有道理的。杜公子就是给作者提供故事的人。我知道了，作者按照杜公子提供的故事写了一期大卖，然后食髓知味，杜公子知道自己受骗了，于是就勒索作者，直到杜公子的胃口越来越大，于是他就骗了四郎还有冷大小军的钱来填补这个无底洞，最终动了杀心，嫁祸给庄甜甜。可是呢，还是有些地方想不通。如果这件事情曝光了，那杜公子也会入狱。这杜公子既然能想出这么多骗人的办法，不像是出此混招的人了。而且，如果是作者杀人，他为什么又把头给割下来？这儿不能随便进。这杀死死去狼我都做过了，现在呀只不过是冲锋杀配，再说饭呢不是还有老朱还有你们帮我的吗？我着急有什么用啊？哎，想听你过得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安安姑娘这两天才是真正的吃不香睡不好呢。嗯，那可不行，你得吃东西。你看我啊，我这菜再没有食欲，我也会逼着自己多少吃一点呢。你要喜欢吃的话，我就天天给你送。嗯，好。哎，不用。不行，这块环境不好，安安姑娘来这肯定不习惯，你就别来了啊。不行，必须得来。数落死你腿啊！再说了，万一你要这两天想起什么事情来呢？该说的我都说过了。甜甜，你别着急。我们都陪着你呢，说不定啊，我们就能想起什么新的证据来。哎，那我也在这陪你们吧。大人，这两天我们一刻都没停，也查到了凶手就是作者这条线索，但是时间实在是不够，麻烦大人多给我们宽限几天吧。不行，老爷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定下的期限，你说改就改，那我颜面何存？你说是庄甜甜的小命重要，还是老爷我的面子重要啊？哼，你觉得呢？当然一样重要啊！关键是三天之前你们就说有线索，可是这三天过去了，依然是这话，线索呢也是漏洞百出。这三天又三天，我也不能这么一直拖下去啊。
这也没办法给等待着伸张正义的大众一个交代，不是？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庄甜甜没机会喊这句话，你们也不用一个个抢着来了。哎呦喂，真的大事不好了，我们家闺女离家出走了。王老爷，都这么着急了，你怎么还带条狗啊？哎呦，我哪有功夫带狗啊？可就到遛狗的时间了，看到我出来，他跟着过来了。王老爷，这封信您是在哪儿发现的？这找我女婿书房啊，我看他那撕得很奇怪，就站起来看了一下。你确认是你女婿的笔迹？确定。不可能啊，那衙门躺着的尸体呢？我问你啊，甜甜那天是被谁约出去的？《长恨歌》的作者。那作者呢？圈了三家的钱消失了，难道？没错，我们走错方向了，把凶手和被害人弄反了。你是说？没错，躺在衙门口的不是杜公子，就是作者本人。哇塞，动机呢？难道是作者威胁杜公子说要曝光他的隐私？图什么呀？钱吗？哎，也不太可能。你说一个畅销书作家，每年光版税就够他进入由全国山贼联盟打造的年度最具勒索绑架排行榜的作家分类前五。哇，好乐观！他为什么去勒索一个穷骗子？说不通。这么说来，大小姐是凶手，不可能。但如果说作者杀了杜公子，有推论，但是没有证据。那如果说杜公子杀作者，有证据，但是根本站不住脚啊。还有一个我们曾经推翻过的想法，现在有了新的证据。大人请阅。这不就是作者的笔记吗？啊？两人是一个人。如果说杜公子和作者都活着，那后面的尸体是谁啊？我想，这就是他无头的原因。隐藏身份！哎呀，你们怎么废话那么多呀？啊，既然知道危险，就赶紧去救我女儿啊！哎呀，阿王，现在不是喂你的时候啊，没有空啊，走走走！阿黄，你去跟他们家阿黄说一下，我们家吉吉啊，为他笑的狗憔悴，茶饭不思，食不下咽，很想他。王老爷，这只狗是你女婿的吗？你怎么知道的？现在没时间解释了。不过有他在，你女儿的下落就清楚了。你什么意思啊？他在你们家待了这么长时间，肯定记下了你女儿和你女婿的味道。阿黄，这次靠你了。不要，不要，到时候了。你们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捣乱？我是西厂的临时工，给点面儿，兄弟。这次一别，恐怕我们此生都无缘相见了。我们来生再做好闺蜜吧。时候到了。住手！我不许你帮打。这不是犯浑的时候。你快走，危险！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们给我听好了，如果庄甜甜作奸犯科，我斩他绝不误他。但是现在事情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就说你们说我犯火也好，说我什么也罢，我都不可以让你们碰他。甜甜，做好闺蜜并不是平常吃吃喝喝就算了的。小宋子，在，你快走，通知朱谷哥哥和柳儿心他们，快去，快走！你不走是吧？来人！你快走啊！你一个人，你带不走我们所有人，你快走啊！奶奶，不许过来！不许过来！早就知道你们不会这么乖乖束手就擒，
看来这次还要你动手了。好说。老板，刚才有没有一位小姐来足球场？有的，有的。这张单子是那个姑娘给的吗？是的，是的。她去了哪里？说来也奇怪，这姑娘她租了四辆马车，这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去了。往这个方向去的是到哪？这是到郊外的水库。去这个地方。老板，一会儿有人来找我们，你告诉他我们的下落。哎，好的好的。不应该啊，前面是死路，如果是私奔的话，应该选择水路码头或者是交通要道，怎么会是这条路呢？我们之前搞错方向了，不是私奔。啊，小姐，你确定相公他和我约的是十渡这里吗？确定，小姐。这荒山野岭的能去哪儿呢？他人呢？怎么还不来啊？我们之前一直被误导，一直觉得因为有亲笔信，所以杜公子没有死，又觉得亲笔信和作者的笔迹相同，所以作者就是凶手，就是杜公子。只是没想到那具死尸到底是谁，直到我刚才看到了那张收据上的笔迹。这张单子是那个姑娘给的吗？是的，是的。如果从头到尾信和书稿都是由别人代写的，杜公子只是被推到前台的工具。叫！啊！你拿刀做什么？臭女人，我要你不得好死！小红，你要做什么？别叫我小红。才是杜郎真正的妻子。小红，你在说什么？咱们亲同姐妹。呸！你们两个原本郎貌女才，佳偶天成，就是因为你的出现，他舍我而去。他就是长恨歌的真正作者。你有什么证据？你手上的伤，还有你那只手上的镯子。这又能证明什么？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这又能算什么？如果再加上这个呢？这些书信和长恨歌的手稿，再加上这张租车单子上的字据，完全出于一个人的手。我想你不用再对比了吧，只是我想不清楚，你有那么多的粉丝，你为什么要去杀人？粉丝？作者？哈哈哈哈！走，别来了，什么东西？我本来只是喜欢写东西，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写浪漫的爱情小说。可是由于我面相丑陋，肢体不全，不利于包装，于是屡屡被退稿。直到我遇见杜郎，我以为是老天可怜我，所以我让他替我出书，化名兰陵大大，而我甘愿做他背后的女人。可是，一开始书并未大卖，我们生活所迫，所以他提出了行骗的想法。每次由我先了解目标喜好，再由他出现一见钟情。
同时，我把行骗的过程写在书中，变成了我的一手素材。有了体验之后，果然不一样，大家爱看。后来书好卖了，不缺钱，但是体验不能断，所以他继续行骗，我就当是他演给我一个人看的。可是你都不知道，每次看见他和那些长得漂亮但是脑袋空空的女人在一起，我有多嫉妒多恨。但是我总劝自己，他这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在做戏，是为了我好。直到这次他突然跟我提出了要退出，我这才发现了他爱上了别人。早都警告过你，怎么玩都行，千万别动心，这是我们这行的大忌。你说的我都知道，可这事儿不由我控制。不由你控制？难不成你还想退出？对，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干完这次之后我们的任务完成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看来你这反心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样吧，你先做完这次任务，剩下的我们回头再说。你们个个长得好看又没有残疾，怎么可能想到我经历了什么？所以你就决定加入同舟会，终于动了杀心。啊，同舟会是什么鬼？难道真的和同舟会无关吗？是那个负心汉，是他先对不起我的。他没有对不起你，他爱你。爱分很多种类的，有亲人之爱、男女之爱、朋友之爱和兄妹之爱。没有我，他只是个有脸无脑的草包，是我给了他一切，为什么？为什么他要害得我一无所有？他知道你们分开之后，长恨歌的连载也到头了，你呢，也不能出去骗人了。为了你的下半生考虑，他不顾自己脑子不好使，连续骗了四郎、冰冰和小军三笔钱。那，这个是按照四郎的要求，由府尹大人从他那里搜出来。为了让你下半生衣食无忧，他做了这些。到最后，他还是想着你，而你呢，却割掉了他的头。不可能！不是那样的。收手吧。这不是砍头，这是我们爱的证明，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哎，不要！死得那么惨。是啊，你怎么来了？不知道你们俩查的怎么样了，安不放心，我就过来看看你们俩。谢谢诸位救命之恩。小姐，你相公……别说了，我知道他是个骗子，而且他已经死了。如果他想骗你的话，他就不会死了。长恨歌里只提到了洛南秀才，却没提特工的事情。所以呢，如果真想骗你，又何必牵扯自己以前的生活？他后悔自己以前的生活，只要骗你一辈子，和你重新开始。这是一个骗子，能给你一辈子最真实、最好的证明。
谢谢，谢谢你们大家。别说这些了，安劫狱了。什么？哎呀，快点，要不赶不上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哎，你怎么也在啊？抓配流放喽。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哎呀，什么不好意思啊？他也没受委屈。啊，假的！痛哎！出力出功的还不是我啊，还得受这大太阳晒着，陪他们上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知道你们得惹事儿，一点脑子都不。不就是要流放吗？不就是刺字吗？难道倒我？陈安安整这么大动静，就干脆一起流放得了。倒霉就倒霉在，我还得装衙役，跟他俩一起走。好嘞。在不在？怎么这么慢呢？走吧，走吧。你们只不过是需要时间，没必要和他们硬碰硬啊！啊，说是流放，这一路走一路玩，走上满天，再被你们快马加鞭的叫回来不就行了？哟，丽丽，你挺厉害啊！不厉害怎么能对得起安安给我的高薪呢？哎，那府尹也真答应你啊？啊，他不是说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吗？哎呀，老百姓谁管你真刘假的，不就图个热闹？至于府尹，我给他出点子，那完全是救了他的命。你们几个咬定了这是冤假错案，你以为他真敢惹你们呀？他就是要个台阶下。再说了，好歹之前我们也是混一个圈子的，说上句话还不容易吗？我说的是社交圈，好歹来你们这穷酸医馆之前，我也是皇宫中数一数二的风流人物，亲老师。可惜，现在出了品小姐。现在头和尸体都对上了，也问过了四郎，他说确实有一个婆家的女子向他投过稿子。哎，那行了，案子结了。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如果说这个案子跟同舟会毫无关系，那你的眼前为什么会闪出画面呢？而且我问过仵作了，他说如果还原现场的话，那简直是一模一样。哎，我也想不明白，我想那么多干啥呀？反正不是什么坏事啊，说不定我还真能当个什么名侦探呢。哎，别人查案辛苦的要死，我只要往那儿一站，那凶手行凶的整个过程我都能看得见，说不定啊，这皇上还能赏我个封我个什么。你这臭美吧你！你要是真有那本事，你倒是想一想，杀杨宇轩的凶手在哪儿啊？我怎么听见有谁念叨我老公呢？啊，没有，我们在聊羊，你羊肉火锅呢，是吧？啊，那个羊肉涨价了。行了，我都没介意，你们介意什么呀？咱们行走江湖的人，时刻都得做好牺牲的准备。不过今生还能与他重逢，还做了一阵夫妻，我已经很开心了。哎，话说回来了，还得谢谢你俩啊，当了我和他的媒人。好了，你快别这么说了，说的我心里怪难受的。你，哎，你不会又想说我怀孕了吧？哎，上次你把葱卖那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别这么说。这雨仙虽然不在了，你还是我们的好朋友，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们一准儿的给你帮忙。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
郑家庄，医术之乡。没错，郑载农在进宫之前曾经在这游学过，据说还有亲戚的关系，但是我公务在身，不便去查，所以想请你们跑一趟，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线索，好替宇轩报仇。你放心吧，只要能替宇轩报仇，上刀山，下火海，包在我身上。郑家庄，郑家，目标呢就锁定在这里。尽管上一次我误诊了聂子怡怀孕，不过这一次根据999条情报的大数据分析，郑载农和郑家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如果这次再搞错了，那就证明我已经超越了庸医的素养，达到了庸才的标准。不过我相信老天爷是爱我的，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嗯，情况怎么样啊？一切正常，总管你放心。今儿是咱政府老爷六十大寿，不能出一点差错。如果你误了事，小心我翻脸不认人，让你后悔你从你娘肚子里爬出来。总管你放心，小的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我是政府总管，我骄傲。老爷，干嘛干嘛？别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造次是吧？滚滚滚！不是不是，老爷，我们一家人是从南方逃难过来的，途中我妹妹和妹夫不幸身染重病，我和我夫人就想干脆卖身入府讨口饭吃。我们都知道郑老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善人呐，您就给口饭吃，发发慈悲，收留我们吧。这是你的妻子？是。不像吗？不像，倒像是你的闺女。这是你的妹妹和妹夫？你确定这不是你妹妹和你三姨妈？这是谁？啊，我小舅子。你们这里头啊，也只有他那个金府里做点嘛，挺机灵的。不机灵，一点也不机灵，这脑子是傻的。傻？哎，驾！哎呦，驾！你们这一家子有你这么呆着真不容易啊，挺惨的。惨啊！老爷，我比他们惨。管家老爷，我比他惨。不可能，那我妹妹和我妹夫都病重了呢。我惨，我不惨，我妹妹和妹夫病重了，而且我七大姑八大姨和我三舅姥爷都病重了。越珍惜越是容易失去。
越相拥，越走。